晴与雾之间，岛屿东岸的存在美学特展，8月22号至11月9号在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生活工坊展出东南台湾15位艺术家在将近一个月的山林进驻生活创作计划中所创作出来的复合媒材、绘画、摄影、染布、编织等多元的作品。透过艺术的呈现，让人静下心来感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体会岛屿东岸的美感生活价值。刘一慧、黄清海采访摄影。